欢迎来到李九春分享会大型节目现场，今天接演《西游记》啊，再说一定场诗出来，说演戏。唐僧来到五庄观，孙猴断绝草还丹，八戒沙僧皆傻眼，清风明月心肝颤。啊，就这么几句就把今天的书都总结完了，可以聊点别的了。这《西游记》这个名著啊，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那个语文老师啊，原来是长春那边过来的，特聘的那个特级教师，原来那都是什么政协委员呀、学科带头人啊，这老师对我帮助特别大啊。说读书你就得读名著，这为什么读名著？你千万不要读那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名著啊，读一个比如西游记，你不读它原文，你读别人分析完以后的，这叫拾人牙慧呀、人家那个牙缝里剔出点那东西，你哎呀可恶心啊，就是那什么意思，名著特别精琢磨，而且是就是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林黛玉，理解都不一样，这才有意思。你这咱这部书西游记家喻户晓，就是越读越有意思啊。你看我今天说书跟以前不一样哈，有老朋友来哈，没带本儿，是不是？终于背词儿了，进步了。我那天写到夜里三点半，兴趣来了。啊，是为什么？我那本儿就放在我床头那有一个小书架子，放在那儿，我媳妇儿上那儿翻东西去了。就把那本儿放到我枕头前面了，我一看这不是给我布置作业吗，这不是写吧，写的是什么呢，啊，写的特别多，而且越写越兴奋，您知道那状态啊，劲儿来越写越高兴，越写越多，越写分析越透彻，写的越好，我一看坏了，什么呢，三打白骨精出不到那儿，你知道吗，这本儿拿了也没用啊，关键是啊，那后一回啊，这个往后听三打白骨精这特别有意思啊，真的，这下星期说嘛，多少？下星期不说，再下星期没准说。看看情况，看情况，就有只要有时间我就说。下星期实在抽不开身，啊，下星期这个家里有点事，我可能白天要在家带娃。咱俩一起玩。今天教我那个给人喂奶瓶啊。攥你手玩的不吃啊，没吃习惯。后来我看说抖音上有那个窍门是吧，你把这奶瓶啊，这个把那大馒头弄一个，把这奶嘴儿从那大馒头的窟窿里怼出去，他就吃了。下回我试试啊，下回我试试，我要喂奶。现在这些艺人啊，跟过去真不一样，不一样，真的好生硬。我说不一样，跟您想的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啊？啊，过去那个艺人，哎，对了，我要想起一个来，就看那个书里边是冯骥才给写的序，冯骥才啊，也算是当代文学，反正比较。啊，比较巧手的一位了啊，冯骥才，人那几句比就两篇字儿，比整个写书那作者写的都值钱，文笔还通顺。那后边那书，你说我读这么长时间，一礼拜我愣没读完，特别晦涩，那断句儿什么的，可能是个天津朋友。天津朋友他那个结尾特别有意思，跟什么什么赛的。老有方言啊，特别逗啊。那冯骥才大师里边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可能对我今后影响都会那个什么，就说这艺术大师，就说写马三立，你写这些艺术大师，你写这些大师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淘金者。什么叫淘金者呢，他们就是把这个沙粒中的黄金都淘出来，
在他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出来，留在他生活中的都是那些沙粒了啊。因为他过去的艺人生活都相当苦啊，台上台下是真不一样啊。我觉得现在肯定跟过去不一样了。我要说的是这个不一样，你们想的是什么不一样的？生活作风吧，一样，咱也不能让你知道太多，就跟我们师傅原来在说书那台上说人家似的，你往这儿一坐啊，或者往这儿一站，今天来200也好，50也好，好，所有人的微信你都有，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啊，成了蹭饭的，今儿他请你吃饭，他没拉请你吃饭，你一个月不倒头，你饭钱有了，可是这样你永远成不了局儿啊，对不对？那都是家里边那什么了，街坊二大爷了，不是街坊大哥了，让你占个便宜了，都成街坊二哥了，是吧？因为这台上台下还是有点区别啊。这个《西游记》啊，到武装观了啊，半小时了。武装观了啊，这个武装观，有上回没来的朋友啊，简单解释两句啊。武装观在什么地方呢？是他们西行一路啊四大部洲嘛啊，终于到了犀牛贺州，就在这犀牛贺州跟这个南瞻部洲交界这么个地方。啊，这武装观这地点非常奇特，这都有用啊。这里边的这是谁的道场呢？啊，是与世同君镇元大仙他的道场。镇元大仙呀，辈分相当的大，啊，辈分特别高，大辈儿，大辈儿，大辈儿，我是师爷。开窍了，我们、啊、好家伙，什么玩意儿都敢说呀！哎、啊，也是，当年我怎么不男不女来的呢？好像舞台风格了，师爷呀，啊，东哥也可乐啊！我真没想到他翻成那么一句话了，你再来你就是尸体了，真有意思啊！这辈分特别大，是混沌初分的时候先天地而生的这么一位老神仙，啊，地位相当的高，本领也大。啊，但是被奉为什么呢？地仙之祖。整个咱们西游记这部书里边分成这么几类人，是如来佛祖嘴里边说的啊，天地人神鬼各种神仙都有，这地仙之祖，地仙就是以这个镇元大仙为代表，神仙呢就是什么海外三岛啊，那些神仙福禄寿三星啊，以这为代表。鬼仙是什么呢？鬼仙就是什么山神啊、土地呀、黑白无常啊，这些鬼仙啊。人仙是什么呢？据我分析啊，因为这书里没具体写，我自己倒腾了几遍，我自己分析，就像咱们开书之前这个前几回，开书前几回那个魏征啊，就是斩龙那个魏征，那样算是人仙。天仙嘛，这大罗天仙，天上那些神仙都是了，玉皇大帝他们为首啊。大概提这个，他是神仙体系，给大伙儿再普及一下啊。这个上回书说到哪儿呢？啊，镇元大仙带着40多个自己的徒弟上33层天之外啊，跟这个元始天尊听他讲混元道果走了，留下清风明月两个唇齿不太利索的小童看守山门。等待这个唐僧师徒到来，因为这唐僧跟这镇元大仙呀、500年前有段渊源啊，曾经在盂兰盆会上，这个作为金蝉子身份、如来二弟子身份的这个唐僧，给镇元大仙有奉茶之恩，啊，有这么一段渊源，啊，来到这儿呢，到自己的道场了，打算什么呢？交交老朋友。给他打两个人参果吃，就嘱咐清风明月干这件事儿，啊，师徒四人上回书说到走进这个武装观的大殿之内，啊，因为这个佛道啊，这些大殿都得供神像啊，啊，供神像供的是什么呢？师徒四人举目观瞧，吓一大跳，怎么呢？与众不同，道观理论上讲应该供谁呢？
三清啊，元始天尊呐、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呐、啊，是不是？或者是你看那个有关帝庙啊，供关羽的，这也是道家的啊，等等吧，有那个骊山老母啊，等等这些道家一些神仙，供谁的都有。但是这个呢，供的相当的新鲜，没有神像啊，这个前边一个供桌啊，那都是红木的，标着漆，上面一个金的香炉啊，三股青烟跟上冒着，在背后应该是神像，没有神像，用五彩装成的两个字，哪两个字？天地二字啊，只供天地。唐僧就不明白啊啊，就问这个守道观的清风明月啊，二位仙童，这是怎么够特殊的啊？你们啊，这怎么没摆姿势？怎么着啊？啊，这个怎么三清四帝啊，九曜星官，满天诸神，你怎么用天地二字？这什么意思？哎呀，可当我们说话呀，老师傅啊，憋死我了，老师傅啊，你不知道，老师傅啊，清风明月俩人啊，长得像十三四岁的孩童，其实大个的1300岁，小个的1200岁，啊，都是得道的小神仙啊，修炼也这么多年，这就是人仙，啊，跟那大话嘴里有点不清楚啊，稍微有点大舌头。啊，小孩嘛，啊，哎呀，老师傅，你意思我啊，这事是咋整的呢？是这样式的，啥呢？我家老西呀、啊，就是我老西，就武装外镇元大仙呐，镇元大仙，知道吧？祭仙之祖，我们老师辈分高啊，是吧？辈分高呢，啥玩意儿也不能经得起俺、啊、老师供奉，你知道不？啊，知不知道啊？乐，哎呀，老师傅，先别乐了。我跟你说呀，为啥不供他们呢？三清，谢俺老师的朋友；四弟是俺老师的故人；九曜星君是俺老师的晚辈；满天星象是俺老师的下宾，经不起供奉。就这俩字儿，我跟你说啊，你别看天地俩字儿。天地俩字上那天字啊还经得起俺们供奉，你要地字都不配，俺们是地仙之主，知道不啊？啊，就这么个事儿，你知道吗？你明白了吧？把这意思一说啊，这唐长老，这唐僧是个老实人，他自己没想那么多，旁边气炸了，齐天大圣孙悟空啊一下就火了，好，你也太狂了啊，想当初俺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三清四帝九曜星君满天星象跟我那也是朋友啊，对不对啊？你像我上那个灵台方寸山学艺，我师父菩提祖师啊，但是心里话啊，没办法说啊，当年也没敢供奉天地二字啊，对不对？你也太狂点了啊。好，他这一发火，唐僧看出来了。怎么看出来了？你说人家这个地方咱们上这儿借宿啊，他借他那锅灶做点饭吃，哪么咱们就走都不住都行，你别跟人惹事啊！猴头啊，休要惹事啊！啊！这么一比划，立马怂。你说啊，怎么办呢？啊，供奉完这个两个字儿以后呢，哎，看着都不高兴啊！猪八戒、沙和尚那都是也是宁波人，就别跟人罗灶了啊！唐僧打个圆场，把这几个人给打发出去了，啊，悟空啊啊，赶紧的，上外边遛马喂马，啊，那悟净去怎么着？看看那个行李啊，倒倒行李。八戒把那个包袱打开，里边有米，借他那个大锅呀，咱们煮点饭吃。临走的时候给他几个柴火钱啊，就得了啊，去吧去吧，把仨人给打发出去了啊，省得有一场风波，啊，在这大殿上这儿坐着。清风明月两个童子回到自己的房中，给这个唐僧准备献茶，啊，准备点茶叶啊，招待一下唐僧啊。啊，这俩人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几个和尚，他就是他老师镇元大仙嘱咐的要款待那人啊，看着像一个老师傅带着几个徒弟，还特地嘱咐这几个徒弟千万不可跟他们罗灶纠缠，啊，他们不好惹。啊，尤其就他们俩那嘴，
要碰上沙悟净睡鬼子，那玩意没完啊，非得超时啊，啊，这不行啊，这个俩人跟后边一商量，问，正好呢，这三个徒弟出去了啊，上前面问，借着现查的机会啊，老媳妇，老媳妇，喝口水吧，老媳妇啊，老媳妇，那啥，打你点事儿呗，哥俩来呀，哥俩来，打哪来呀？啊，大摆出来，仙童。再说一遍，是你搁哪旮瘩到这里的？干啥去？急得不？这老耳老，这老和尚耳朵不好是咋的？听不清楚呢。老师傅，你是打哪来到哪里去？你叫啥？叫啥名儿？啊，嗨，听懂了，二位仙童，我等是东土大唐而来，上西方拜佛求经的行脚僧人啊，我。姓俗家姓陈啊，我是三藏法师，他们给我的号啊，我自己的也有自己的名字，我叫玄奘法师。一说玄奘，这清风明月没问题的，准确的啊。师傅临走时嘱咐过我，上玄下藏吗？对不对？下藏了吗？啊，你就是那下藏法师啊？玄奘，玄这玩意儿多累，下藏多舒服。行，就你等着啊，等着，我给你解解渴，给你打俩果子吃去。这俩人，哎，认对了人以后，转身奔后花园啊，后边这园挺大，先过花园，再过菜园，然后才到人参果树长这地方。啊，人参果树啊，那是什么仙根啊，真不简单啊，长成什么样呢？千丈高。楚天楚地，啊，十个大胖子，马三立那大手那样的，你也围不过来，就那么宽，啊，底下那台阶下边里边有夯土，啊，那个青砖那围挡，围了一大圈，啊，相当漂亮。打这人参果呢，还有自己的规矩，用什么？用金鸡子，知道吧？回到自己的禅房，拿出这金鸡子，金鸡子长什么样呢？赤金打造，啊，金打。赤金知道吧？红的玫瑰金知道吧？哎呦，我给你看啊，玫瑰金啊！哎，啥的？哎呀，对啊，加钱了。先是水金的，一层白金，一层黄金，那红的就玫瑰金，知道吧？不值钱。怎么还有这个呀？扣找不着了。我这儿的扣。不加钱吧？不加，给我加钱是给你们加钱，给你们那加那加，多少随意吧啊！前后台十几个人都指名吃饭了，三毛两毛你也不在，我今天发财富大掌柜。我是有这么一套钢索啊，赤金打造多长呢？二尺多长？二尺是什么概念呢？66厘米。笑。你看我这扇子啊，这扇子是95的扇子啊，过去这个在前清的时候，一般这扇折扇都什么样，都是9寸啊，9寸，后来加了0.5寸，95的啊，有的说是什么95至尊呢、啊、自己往上讨这个吉利。尺扇大概这么长吧，2尺啊，大概这么长。这个头上呢有一个蒜疙瘩，不是割一大蒜出片儿，就是那形式跟大蒜似的，一个蒜头，这也不好说。就是玩好有玩文玩的朋友，有桶珠，有圆珠，有那个蒜头那个吗？大蒜，我说明白了吧？啊，割一大蒜，真想不到的小包袱啊！大姐乐呀，乐呀。这不是金鸡子，这是算的楚啊，这是啊。然后呢，这个蒜头，这前面是一个小蒜头，这是2尺多长啊，得赤金打造，底下呢拴一眼儿，有一绿绒绳啊，有那钩儿挂这个墙上，摘下这个来过去打人参果啊。光有这个东西也不行，得有东西装啊。拿什么装呢？拿一个单盘。单盘是什么做的呢？是木器上面刷的漆器，刷的漆。完这玩意儿，这个大伙儿不说，大伙儿也知道，这人参果啊，与这五行相位，是吧？
待会儿让那个谁说吧，让那个土地爷说啊。他得拿这单盘上面呢铺着什么呢，铺着绫罗绸缎呀，得铺着布啊，得铺着，反正那个什么词儿，反正大体就是布呗，拿这布跟这儿拖着啊。这清风上边打了两个，这明月拿这单盘垫着这布跟底下接着打了两个人参果侍奉给唐长老啊。这俩人一边端着这一边流哈喇子啊。你这玩意儿，你这老子母当年也给他献个茶来，你这玩意儿，哎呀，我是未满三朝的孩童啊，行至啊，那肯定个儿也不小呢，不可能跟这么大似的，也得不小，生下来你就四斤多吧，早产儿他也得这么大吧，啊，那玩意儿真不少。为什么说现在这树上有多少个果子呢？他们打之前是28个，啊，那两个是开园的时候，就是10000年一成熟吗？熟了以后开园，先打下两个来，大伙一块分着吃了。你要真要这么点儿，这小果那够谁分的，对不对？啊，打下两个来给唐僧吃，你费眼那饭量指不定吃了吃不了，哎，啊，端着这两个来到前面大殿，这个唐长老休息这个地方啊，老头跟那儿念经呢，啊，跟那儿念经呢，唐僧不是这个，啊。这念经，吃葡萄木头皮儿啊，不吃葡萄来一包花生仁儿。这念经啊，哎，乐啊啊！这个经是一个电视剧，当年是陈佩斯演的，是吧？你可以找这个啊，叫《孝子贤孙伺候着》，老朋友可能没见过啊。老朋友，啊。那是跟赵丽蓉那大师啊演的电视剧啊，有时候你装，他们也装那假和尚跟那念经，可能看过我们偷斧子，你知道吗？啊，跟那念经，两个人端着这个，这个单盘啊过来，老媳妇，一件好吃的吃呀，老媳妇，这玩意你都没见过，这玩意可好吃了，老师我给你解解渴，你吃啊。饭前这么一递，唐长老扭向回头定睛一看，呀，好家伙啊，这能解渴吗？好，你们这个道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这是他这肉眼凡胎，他不懂啊。清风明月就在这解释，不信老七吸血果吸人，你说我们能吸人吗？吸人吃这不顶用，专门得吃你，我跟你说吸人还有你好吸吗？对不对？我们不吸人，这是果子给你解解渴，老七你吃吧，老七可好吸了，你吃吧。给唐僧吓得，哎呀，我拿走，这你这话说的啊，你这树上那能结出孩童来吗？这一句话把这二位也给问懵了，啊，光一直在这儿待1000多年，关键是没想过这问题啊。谢老七，树上为什么长着孩童来？鸡为什么呢？行，可能就得嫁鸡，可能是嫁鸡吧。那你他就系果鸡，他就长得这样。你这样长怎么长的这果子，急得不？怎么长着？那人参果怎么长？它就是一个小婴儿一样，它是立着，啊，俩手在这一盘，啊，俩腿也在这一盘，盘着腿儿。它是哪儿呢？就是尾椎骨，尾巴骨这儿，知道吧？你摸咱们这儿都有，啊，没有那汤吗？不是真有啊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人是猴变的？这是证据之一，是不是？退化有一个小骨头节儿啊，那个小骨头节儿。变成什么呢？就是跟那个汁儿连接那地方，那叫地，啊，瓜熟蒂落，就那个连接那个东西，啊，现在买那个椰蒂，那盘串那个600块钱呢，不贵，我跟你说，我媳妇想要一锁骨链，后来我也没给她买，太贵了啊，那是椰蒂啊，就那个就从这儿接着啊，老七就是这么长的。哈哈哈哈，我也不能是先乐吗？吸不吸啊？吸，这玩意儿可好
期了，我跟你说，我们这一万年才接三十个，你有缘分你吃两个，我们老师就说了，让你来给你两个吃，你这玩意你吸不吸？快点，这玩意搁不好吸就收了一会儿，快点吸。这人参果啊，这玩意还真娇贵啊，它还真是有这个保质期，只要打下来，过了半日不吃，立马自己水分一蒸发一枯萎，还真没法吃了。啊，这玩意儿这贵人贵物啊，就这特点，娇贵吗？啊，捧着这盘子跟这儿劝了半天，死活是不吃，啊，拿走拿走，啊，我怎么能吃人呢？啊，我们是出家之人，你们这个惯例怎么这样？一会儿我们吃完饭以后啊，给你两个柴火钱，我们就走，你们这儿太可怕了，啊，肉眼凡胎不知仙家宝物，这俩人给退出来了。不气，真不气呀、啊，真不气呀、啊，不气我可走了啊，不气呀、啊，过去吃煤气店，我跟你说，老师傅，真不气，你说的啊，真不气，有录音没有？看看，他自己不气的，你真不气啊，他搁坏了咋整？你说真不吃，不吃，我可走了。端着这两个人参果来到自己禅房之中，俩人往那儿一坐，跟这人参果相面，相面啊。你只有一个爸爸，对不对？你爸爸跟你妈不是一个妈生的，对不对？啊，算地了，算地了啊！这哥俩一想，这老和尚不吃，搁了半日回来就坏了，就糟践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呀？还是把咱俩吸了呗？你说上回开园时吃俩，你想它是一万年一成熟的人参果，对不？你想啊，明月呀，我跟你说啊，一万年一成熟，咱俩呢，我是1300岁。你是1200岁，咱俩肯定上一回没吃过，对吧？你这回吃，上回就打下俩来，咱们40多个师哥，咱们师傅又偏眼，都像那个云字的。咱俩人最小，排最后，你这他们吃完连皮儿都没咱吃，塞牙缝，对不对？咱俩给他吃了吧，吃。啊好，这俩人攥着人参果，吭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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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啃大白萝卜似的啊！那个解气啊，他俩给吃了。哎，隔墙有耳，他俩吃的时候，他们在这禅房啊，正好挨着什么呢？挨着厨房，一墙之隔，上面还有窗户。谁在那儿呢？八戒在这儿呢。啊、八戒跟这儿做饭呢。好家伙，从这个窗户纸。捅一个小空脸，睁一目瞄一目，这么往里边瞧，好家伙，眼睛看着人参果，哈喇子到前胸了。好，这玩意儿，哎呀，这玩意儿人参果，这个太好，哎呀，这不巧了，寸了，赶上了，还有这个机缘，这太好了。咱自己能力不行啊，什么事都得求助大师哥呀，啊，就等着孙猴啊。孙猴正好外边拴上马，遛完马回来，把马拴上，正好往这边走。师哥，猴哥，快来快来，好事快来！怎么着？吃饭不够吃了是怎么着？什么事？哎呀，师哥，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够吃过？来，有比这好事？哎，我跟你说啊，他这罐中可有一宗宝贝。猴一宝贝，眼睛直冒光。宝贝，海里头的宝贝都在我耳朵眼里呢，天上的宝贝我都吃差不多了，他这能有什么宝贝？哎，别看你大闹天宫、闯地府、闹龙宫，我跟你说，说出来你没听过，拿过来你不认得，还有老孙不认得。说什么东西？人参果，你知道吗？切，你太看不起你大师兄我了。人参果谁没吃过，对不对？一毛钱一袋。上面有一层白霜，对不对？你其实那叫萝卜丝儿，我跟你说。那有什么？呸，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你要说那种人参果，我还吃过唐僧肉呢。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人参果又叫草还丹，你想想，悟空开动脑袋一想，人参果，哦，想起来了，啊，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那王母娘娘蟠桃盛会，啊，
就听说过有人进献人参果，只闻其名，没见过他的真物，没见过。哎呦，我听说过，他这儿有啊，他这儿有啊。刚才那个两个，你看嘴不利索那个小道童，他俩给吃了。本来是他们师傅安排给咱们师傅吃的，咱们师傅肉眼凡胎不认的，就以为是吃小孩呢。您想，小孩能跟这儿坐的老老实实让你吃吗？他得先吃奶。他才让你吃呢，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师傅不认的，他俩给吃了。哎，他这园里边有，师哥，你神通广大，你弄几个咱们尝尝。一听有这好事，没问题。你要论贼，要论偷东西，尤其这果子，那猴爷是祖师爷。那好，来吧，猴爷本来就好吃啊。啊，侯爷最爱吃小西红柿。侯爷口头禅是下巴巴。没问题，我给你弄。哎，别忙，听说他要打着人参果，要用什么金鸡子？金鸡子，什么玩意儿？哎，你看，顺着八戒捅这窟窿眼，这窗户纸这窟窿眼，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啊，就在那挂着呢。好了，使了一个隐身法，来到这个禅房之中。正巧清风明月，二人推门出去，上前堂陪着唐长老聊天啊，那陪坐去了啊。他们俩陪聊天儿。对，哎呀，他 get 到我这个点了，你是全场 VIP 啊，朋友。对呀、啊，他说这俩人陪着唐长老聊天啊，指不定谁把谁聊死啊。那没办法，一人唐长老一人等着八戒做饭呢。一人后够无聊的，俩人跟那儿陪着，正好这屋里没人，拿这金鸡子奔后院就去了，找这人参果树啊，翻了好几层院子。这老道啊，自产自销，这是老道吗？这牛鼻子老道啊，说牛鼻子是不是好一点啊？好，这老道啊，不能让你猜着。好，这老道自产自销。怎么叫自产自销？推开第一道后院的门是什么呢？大花园啊，四时不谢之花，长春八街之草啊，跟那儿开放啊，尽情开放，月季、芍药啊、牡丹呐、啊、狗尾巴花啊，什么都有啊。穿过这层花园，到后边二道庄园，推开门一瞧，菜园子啊。什么茄子、扁豆、嫩酸苗啊，豆芽子、黄瓜，你们谁要啊？什么都有，自产自销的老道。再过这道院子，第三道院后边大门一推，嚯，楚天楚地，正当间长这棵人参果树，九丈多高啊！啊，好像有那个藤啊，那跟那儿盘绕着，啊，底下好像还冒着金光，好家伙，这是宝树啊！猴上树那还不简单啊，一个跟头翻到树上找这果子，这手拿着金鸡子找这果子，正定睛一看，要不还真是小孩啊，哎，长得真水灵，粉扑扑的，是不是叫醒子呀？就吃你了。拿着金鸡子梆这一打，轻轻一打，随着这一声音，噗，这果子往下一落啊，踪迹皆无，没了。孙悟空这小家伙醒得爬得不快呀、啊！哎，你说他长腿走了？拢共这园子就这么大点地儿，下的树来左找右找，草丛里、草坑里没有啊？这哪儿去了？就掉这儿了，怎么还没了呢？哦，对了，想起什么来了？准是让土地爷给偷吃了。我这儿好啊。我这儿偷驴，他来拔群儿，你这玩意儿太有分一杯羹啊，今儿浇水哪儿都淹，雁过拔的毛，你这玩意儿我能指你口掐诀嘴。还不是烧人手掐诀口业照。我这妆都花了。别补。我现在隔离还行。怎么叫这个土地爷啊？有一字真言啊，一字就能把土地爷给叫出来啊。那字怎么读呢？还有一义啊，
就是那六字真言，大伙儿都会吧？嗯，说一遍，谁会？第一个字是什么？安，安，是吧？有叫嗯。嗯，这个字儿这么念，把你人中啊给拉长，知道吧？感冒别这么说啊，一定就出去了。他发现不是嗯，返回来这么个音儿，妈咪微微哄啊，就这个字儿，手掐诀口念咒，这不是张口音，他发不出去，知道吧？叫这土地爷，随着一声咒语，土地爷从里边一阵小旋风亮相了，出来了啊，五短身材，拿来顶个桃，别顶桃了，这不太像话了。哎呀，这桃阳有什么特征呢？啊，德云社就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啊，土地爷是水仙呀，啊，就是腰横一个大袋子，手拄一个拐杖，啊，上面这帽子，这两根须子，帽子须子搭了地，啊，可能这土地爷也是这个小龙虾成精，啊，大圣，别来无恙，唤小神何故啊？对，想你个小小的土地神啊，想俺老孙。大闹天宫之时，偷丹盗酒都没有人敢跟我分一杯羹。你这小小的毛神啊，把我这人参果给我叫出来，把醒子给我叫出来，就要吃醒子，叫出来。哎，大圣，冤枉小神了，我哪敢啊啊！那果哪去了？哎，大圣你有所不知啊，我给你讲一讲这人参果树的来历。想当年啊，宇宙混沌初分之时啊，天地盛产这么一颗灵根，就落在这犀牛贺州的边界武装观的土地，长出这人参果树啊，那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一成熟，不够一万年是不得吃啊，一万年只得30个果子，这30个果子与五行相克，与五行相位。猴一听啊，你说哪儿为阴阳？今天大圣，怎么与五行相位呢？这人参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这遇土而入啊！没学像。讲完以后，孙悟空想：哈家伙，这小小人参果还这么大来历啊！你再说详细一些。哎，大圣，你看方才摘那人参果之时，你用什么东西把它摘下来的呢？猴一听，我用竹竿棒。里头什么都有啊！哎，你用金鸡子将它击落，这就是遇金而落。有金了，这就有金了。去你的吧！遇金而落，这什么？遇木而枯。你看。这打这个人参果，你得用单盘来装，单盘那是木胎，若把这人参果直接放在单盘之内，便会枯焦，必须垫上绫罗布匹啊，遇木而枯，遇水而化，有那身体不健之人，将死之人，如何办呢？把这个人参果用水中化掉，将这人参果汤灌入其中，方才彰显功效。哦，那遇火而焦呢？老头快说，我还得给你捧哏是不是？遇火而焦很简单，拿火一烧就焦了。遇土而入，哎，对了，大圣，我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
啊，这五行之中最后一个，这人参果遇土便钻入，是踪迹绝无，真不是小神我贪吃了去呀！ 大圣啊，大圣饶恕！再说了，那个蟠桃园的土地与我是蛋挑啊！你吃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还敢跟你分一分羹？不敢，不敢！啊，没你事了。啊，被炒了是吧？好嘞，不翻炒了，快走，快走。打发走这个土地爷，哎，上来重新摘这果子，这回就知道了，那也没有单盘怎么办呢？把这衣服这前襟儿，哎，兜起来，这么一攥，这不就是一个，这不就是一个兜子吗？啊，对，拿这个兜兜啊，装这个兜兜里边，打下三个果子，兜着这三个果子回到这五庄观里边厨房找猪八戒，啊，猪八戒等了，实在等不及了，师哥怎么还不来？哎呀，师哥不会是自己打完人参果自己跑了吧？这大师哥都怪跑啊，不会是一去不回头了吧？肉包子打走，人参狗果打猴啊，是不是不正跟那儿琢磨呢？哎，呆子，哎，师傅，师傅，弄来了吗？弄来了，你瞧，给他这么一看，弄来了。多谢师哥啊！你说你吃够了，给我带仨回来啊！谢谢啊，谢谢、啊。等会儿，哪儿就三个？这人参果得来不易，一万年只生那么几十个，有缘吃一个就不错了。这三个咱们是一人一个啊！快去把沙师弟叫来，哎，不能白了他。他这嘴这么碎，叫你快进，快进。嘴碎，他嚼得烂乎，你知道吗？把沙师弟叫来，这沙悟净。哎，沙师弟，你看那个大师哥那个兜子里的是什么？长眼往那一看，哟，人参果，哪来的？大师哥，人参果哪来的？想当初啊，我在上面做旅的，没见过人参果，这玩意儿听说可好吃了，这玩意儿我没哎，你哪来的？是这仨都给我的吧？谢谢，给我留的吧？你俩一毛病是不是？这人参果如此珍贵，怎么能都一人一个就行？啊，吃吧，一人捧着一个人参果吃，啊，这猪八戒呀，时长宽大呀，嘴也大呀，时长也宽大，嘴也大，胃也大，肠子也大，他不能中间喉咙就小吧，就变成葫芦了，对不对？喉咙也大呀，好家伙，人参果。云天，我对不起你了。就这一下，把人参果直接吞肚里。哎，哎，咋地？没咋地，哪儿也没挨着哪儿。这玩意儿坏了，这玩意儿什么味儿？这是咱也不知道，有籽儿没籽儿，是有核没核。哎呀，沙师弟，你那吃什么呢？人参果啊，就别动。好家伙，二师哥，你这什么意思？人参果吃一个多不容易，对不对？想当年我做那个卷帘卷，不吃你的了。哎呀，我说，师哥呀，你这一个人参果，我老猪时长宽大，这一下就吞进去了，没咱们叫什么滋味。你这样的，你再弄几个去吧，好不好？你再弄几个，哎，我们已经是很有缘分了。啊，这闻一闻活360岁，吃一个能活47000年，加手加的又不少。这你好，你花多少钱能充点才能充出这么大数？对不对？你有一个你活该，谁让你这么吃？没辙。哎，好家伙，猪八戒跟那就嘟囔，那俩吭嚓跟那就吃。哎，跟这儿中弄几个怕什么的？咱都给他吃了。你吃老君的仙丹，你不也都给吃了吗？对不对？那蟠桃大个儿你都给吃了，我多吃几个人参果又怎么了？八戒一人跟这儿嘀咕：“哎，隔墙有耳，怎么那么寸？”清风明月二弟子从前堂伺候完唐长老，回到自己的卧室当中，整听见八戒跟这儿叨咕：“引出来。”别害怕，结束不了了。下不去了啊，下不去了。引出来后一段精彩回目。又下，还下。
怎么搁这儿乐呢？我看你。我往下说好不好？好。老五啊，没来。引出来什么呢？哎，清风明月这两个人可不白给啊！好家伙，好一听这个猪八戒怎么着啊？吃人参果还一个还不够吃，这是吃了多少？我们师傅走的时候嘱咐我们呀，就打两个，这是仙家的宝贝，给唐僧吃，对不对？让防着他手底下那个徒弟罗道知道这不是好惹的祸，一个一个的，这玩意儿怎么办？咱得看看去吧。进屋一看，哎，金鸡子没了，打金鸡子没，那猴跟那儿一边吃着，还要拿着忘了，坏了，完了，这准是赶紧上后院数去吧。好家哥俩噔噔噔噔噔跑到人参果园，开始数数啊，一五二七二五三。那师，你先我们到再来，你先我们老师进来以后第一项培训就是三十以内加减法，一年就长三十个。我们学三十一以上不学没用，是吧？数数吧，好家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根儿嘎给敲。这孩子怎么那个呢？数一二三，俩人一个树上一个树下，俩人数，最后一对数多少个呢？22个。哎，不对呀、啊！你想，你清风，你看怪清风。你让你三思加减法，你是不是比我学好？是不是？你想啊，三十个果子，对，三十个果子呢？开园那天吃俩，还剩27个，不对，还剩28个。28个呢？给唐老打俩，唐的老没吃，咱哥俩吃了，对不对啊？咱俩吃了还剩26个，26个现在数完果子还剩22个，26减22个，这都多少？这那么难呢？这、啊、少了四个，对不对？是不是少四个？是不是少四个？信。我跟你说，信啊，都有回音啊。啊，信，咱们找他们去吧。好，这帮贼出鱼，啊、给他们不吃，自己偷。你这玩意儿。二人气哼哼气鼓鼓冲上大殿找唐僧理论，引出来这还草之丹人参果树被毁，这究竟如何救活，咱们待会儿再说。